我们知道台上十分钟，台
台下一定是十年功。在今天的演出之前呢，我们到了这个歌唱协会，看看我们这些团员练习的时候，其实有一首歌曲我听了之后，哎，我掉下眼泪了。我觉得这首歌曲可以让我一种感觉，就是真的是有妈的孩子最幸福。但是当一个母亲失去她的爱子，这个痛或许呢，你不是母亲没有办法体会。待会这首歌曲呢，我相信呢，在座所有的朋友会跟琳达一样有这样子的感觉。因为我听了这首歌曲之后，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歌曲的意境，原来这首歌曲呢是描述在二次世界大战，日军呢在西伯利亚被击败之后，有一群军队要返回日本，有一个妈妈在岸边天天思念，月月期盼，但是年年失望。这种伤心、绝望、期盼，终究让他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爱子。待会这首歌曲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在歌曲的诠释当中，当然我们从歌词的意境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个母亲的忧愁，但是呢，你可以看看演出者怎么样把那个情境用声音跟肢体语言表现出来。这首歌曲我相信在座所有的朋友会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，希望大家能够用心去聆听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《岸壁之母》。掌声欢迎宋庭轩老师。新疆，哈西诺新疆，完璧に待っているわしの姿が見えんのか。港の名前は舞鶴なのになぜ飛んできてはくれんのじゃ。帰れないなら大きな声でお願い、せめてせめて一言。よください拝みます、あのお母さんよく来たと、海合わせにと言うけれど、なんでこうかろう、なんでこうかろう、母とここに。あれから10年、あの子はどうしているじゃろう。雪と風の締めに合わせ寒いじゃろう、つらかったじゃろうと、命の限りだけ締めてこの肌で温めてやりたい。その日の来るまで死にはせ、いつまでも待っている。
神様だけが知っている。心あらま伝えてよ、愛しごお待ちで今日もまた、どどくだ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。让我们进入1970年代的民歌时期，《木棉道》、《秋蝉》、《如果》，掌声鼓励。开满了木棉道，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，沉沉的夜它会在木棉道，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，木棉道我在夏天的高潮，木棉道我怎能忘了，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，爱情就像木棉道，季节过去就谢了，爱情就像那木棉道，缠缠绵绵断不就像那木棉道。